赶紧有。来，慢慢给撩。哇，大了一个。来。这还不够大，四百斤的多。拿点儿。拿点儿。你看，没问题。你看就行，没毛病啊。这黑这叫叫白猪年先肥呀，要吃肉，不肥了，吃肉肥中瘦，我讲讲。托里大鸡人倒是挺多的，托里大鸡就我一份卖鲜肉的，是吧？嗯，还我还是八个价，我你这真是杀猪跟玩一样。你那时候去托里大鸡那坑里吗？坑里，在那时候就是什么呀，你要是说牛逼，绝对是挣钱。那收费太高了，那个。对。你这我在托里卖的可，我现在也有好多顾客就是从河北镇那边过来的，嗯，就从我这儿在托里吃过肉。现杀的，来肉你呢？这猪肉肥中瘦，是肥中瘦，是吧？太瘦了发柴。十分钟了，一斤多点是吧？啊，你吃上了不好吃。哎，把那个淋巴给弄了吧，刚才我看有一个淋巴吧。刚才去了，没淋巴了。你还一斤多点啊？这天儿好啊。吃不了那么多。一斤多肉啊？我这袋儿那么点儿，没事。要不你来这一块儿。这样吧，好了，你要拿一斤多这么拿，关键全是红的。要不就是今天，你要这么拿。哥，你上后边给他忙弄弄，我给你。哎，行。你刚才帮我把那个皮接上了。啊。啊。这红猪没招儿，这个。再好点啊。应该，这是一个猪，他们俩掐架啊，这是俩猪。肯定是他们俩掐架了。五百好卖肉片了，这不得了吗？他就是掐架掐的。这块。这就不是好猪。锻炼手艺就咬一斤，一斤多点行吗？可以。22.5。0.75公斤，扎的可以啊。
这老肥的肉会不好拉这一斤吗？切一斤就行了，别想吃太多了。吃点什么？小小的。多少斤的？15。这块炖着吃。啊，好的。32。炖着吃，酱着吃，这块都行。买了。那个从肥肉上面切下来的肉，就是它就有肥的。要吃肉，肥中瘦。309。32。对。二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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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慢慢给撩了。哇，大的一个，来，全要了。拿的，去干嘛？大的肉呗，你给大的肉拿的。你不大的肉拿的，这样算，你可以揉一揉，揉。正几头是吗？你尝一尝，你这馅不好割。别拿着手，这块看。啊，再摘着，再摘着，再摘着，这手都拿不了了。对，稍微宽点。我都拍了不行，不压对，轻快。七块，哥给他弄。这我拿一个。这处理。他说。小一点，小一点，小一点好。这也是没问题的。这个大回家直接把菜刀拿一个。我这瘦也不瘦啊。不洗我们澡，不洗。别缺了。这最好的，这都大油哎，这咋吃的？这好贵啊！这破开了吧？拿点豆来。咱就想一个。咱们家这肉你不可能吃了，我就看中了，偏不够了哈。嗯，你看这肉多便宜。我这边来，这都便宜的，这是一层一层，这鸭子直接吐了都是。放屁俩俩。那不要多吃，这不跟咱这是个锅子。这块拉了行吗？这块好的，这块拉是啊，他俩一个肉咱俩是一个主食，没有十全十美的，人还没十全十美的呢，是吧？不能弄不出来，弄不出来十全十美的，我给你拿锅夹拿出来。那个多肥啊！这块应该去了，你在这儿呢。他大家不饿，大家不饿。这家伙干了一堆，这回去咋吃啊？腌拉倒，腌辣哟。腌辣又吃。这块来肉干嘛去？贴上去。能往上贴肉，那有块骨头。这是那个射手的吗？20。还骨？402，给400。400块。这块的鱼很完美了，这。反正有几个钟头了，哎，行，再换。好了，来多少？还在朝鲜边上啊？那块儿是吧？来多少？来一个。什么？20，带枪子的啊！来，20。人不加点干了？来拿
县和市这样一圈，十多万都是在县，要十多万到中间圈一下，哎，哎呀，快点，我这接几步路，这给桥子远出来还接几，接几步路回家都不用去了，对吧？要不我一个就，你这这这接几步？大家团结，还得靠啥？这五花肉呢？这锅子面没整，我得再来一点。这锅子肉，我吃了谁的话油？好好，你给大哥都做了，废话呀，大伙都来了，我看两个连着了，拉哎，那要完这四块。141。不喜欢吗？我回家给拿，把你叫来。拿着，我给你拿。好，行。